贝粉是意大利人，我今天一个人来看，可以面对这里，对这里来纪念，为了自由牺牲自己的当地人。我不是当地人，但是作为我跟他们的，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同意这个游戏应该有效果。我一个人做得到的时候很小，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参加，我今天为了香港的人唱歌，不是男歌位，不是女性歌手，男生歌手，男歌位，歌唱歌，再说一次，是男高音，男高音啊，很厉害。我刚刚演唱，在虹口附近，是吗？当地的音乐家演唱，在哪里演唱啊？在南方百货店前面。那你这次来香港，你刚才有讲了，你是从台湾啊、意大利、香港飞来飞去的，那也是因为演唱吗？我飞来飞就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香港这次是专门为了游戏。对，我在主要是在日本演唱，在日本这个5年。那你来这次来香港是什么时候来的？你说你这次一个月了啊，这是其实来香港也一个月了。那你平时有参与就是一些香港人的游行吗？有，但是没有遇到过特别的危险的情况，所以最坏的可能是最累的。你有尝过前面第一次闻到，感觉怎么样？我想象不到真正的在前线的勇敢当地人的感觉，佩服他。我不那么勇敢。那你在现场也有参与过这些游行，你也见证过催泪弹，那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你觉得香港人的游行抗争的这个场面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香港人有黑力飞，有拥护，我都支持，每个人有互动的方式不一样。我是一个很和平的人，所以我不会专门去挑战，而且不是一个专家，所以我的武器在不够的地方，但是我都能理解，因为也看不到解决方法。已经五个月什么都没有改变，所以我能理解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行动。那你怎么样了解今天在这里民众在这里拜祭，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知道在地铁站里面有警察打的，然后他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公开。是，他是怀疑警察在地铁里面打死了人，是8月31号，今天是2个月，所以有很多。他们应该服务
服务民众，不是当大民众。那你觉得这次这个运动，你对香港的那个感官有没有改变呢？你之前心中的香港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呢？以前的意思是？就是说没有发生这种运动之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遇上运动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和平，没有特别的。先你站一等。没有特别的大事件，但是现在就。我暴力不一样，我觉得有很多游行，有很多和平，然后有警察出现在一边的周边的再有暴力，我觉得问题在警察那边，不是一般的，他们只是他们有言论的自由，他们应该有权利像现在一样来支持。那你支持香港人的抗争？暴力啊，抵制暴力就是暴力。但是最大的谢意不是用户的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式表达他们的想法，因为和平的游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我能理解他们会想到那种方式。基本上我不同意用暴力，但是我理解大家都抗议这么久，压力非常的大，看不到他们的那个路特别的棒，这样的事情。那你今天来这里，你觉得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声给有可能被警方打死的示威者了？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全世界有很多不对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忽视的事件。我不能举一个解决方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重点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允许警察对待政府对待人民学校以后一定会更好。明白。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唱过反送中的那首歌，叫《让月亮荣光归香港》？这首歌你有唱过吗？有。什么时候唱过了？最后的一次是今天，在那趟百货店。百货店。在前面，跟当地的音乐家同样。两个小时。哦，两个小时。那你今天还会有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你的演唱呢？没有正式的表演。明白。你要在一个正式的表演的场合，你才会唱的。如果有音乐，更好。你有没有认识香港一些艺人？以后给你介绍一个艺人，开玩笑，对。或者是艺人。流浪猫。流浪猫，流浪猫很潇洒啊。对，告诉你的哦，你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你还会在香港待多长时间呢？没有计划，会
渐渐贡献到一场游戏。那今天晚上你会？所以我会那今天晚上你会打算去哪儿了？今天晚上有红面的那种。我去。哈罗威。所以今天是哈罗威，所以戴面具。你有准备好你的面具吗？家里有。家里有，你等会儿还会回去再拿，拿上面具再出来。我说你等会儿才会拿面具出来继续参与今天的。对，今天晚上在多点。可以啊。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你为什么对香港这个运动保持一个比较支持的态度呢？你的理念是什么呢？这个运动，这是关系到香港对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全世界被影响到，包括南美。所以如果现在什么都没有行动，将来如果包括压力全世界都